据香港媒体报道，37岁港星熊黛林前年嫁给富商郭可颂，目前怀有8个月身孕，不过一直未公布肚中宝宝性别。有报道指出，她是接受人工受孕怀双胞胎女儿，预产期是下月初。不过她与老公计划提前2周剖腹。日前请来香港妇产科圣手倪淑慧医生接生2个宝贝女儿。今天传出她已在香港一家私人医院剖腹产女，不过尚未获得证实。随后媒体致电熊黛林老公郭可颂，问林是否已生产时，她即表示没有空，并匆匆挂线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